每一条江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故事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，等待着我们去讲述。20万公里水路行程，跨越七大水系，百条江河，寻找江河文明变迁的历史印记。12月1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爱 TV 旅游台带您一起遨游江河万里行。